大家好，欢迎收睇城市论坛，我是苏敬恒。新一份财政预算案公布了，不算有很大的惊喜，大家都关心医疗和社福的开支。医疗方面就有100亿的公营医疗稳定基金，社福就有一校两社工这些政策。不过讲到争议性，就非以下这个被形容为破格的做法莫属，就是政府建议未来三年就用200亿买60个私人物业，给社福机构就做幼儿长者中心等等。不少社福机构因为没有地方，轮候服务的人数和时间就不断上升，买物业就可以解决到燃眉之急。但是有人就担心政府入市就有官商勾结和利益输送，还有托市之嫌。你怎么看呢？今朝咧，劳工及福利局局长罗志光仔网志嗰度话吓，政府就冇魔术棒嘅，可以即刻变出所需要嘅福利设施。咁啊，而政府买物业咧都唔系咩新鲜事物啦。湾仔湖中大厦嘅社署总部主要部分都系由政府早年买入嘅，咁而租约有唔稳定性啊，不利服务使用者。咁啊，起啦或者系买物业就较为稳妥啲。今年盈余就少咗啦，派糖都少咗嘅。咁啊，财政司长陈茂波咧就话啦，将盈余嘅73%已经攞咗嚟派糖啦，比率咧远高过旧年嘅40%。你又满唔满意咧？今日嘅题目咧就系为社福200亿买物业。邱勾结恐托市枕被业，我哋今日系有四位台上嘉宾啊，分别系商铺买卖及资产管理公司创办人李根兴。系，大家好。香港社会工作者总工会内务副会长黄旭熙。大家好。香港保护儿童会总干事蔡苏淑贤。大家好。同埋关注家居照顾服务大联盟副主席李凤琼。大家好。現場就有兩間學校的同學在這裡，分別是來自香港神託會培基書院的同學，以及聖公會梁桂儀中學的同學。好，歡迎大家。我們先講講現在那個社福服務面臨的一些環境，因為有一位商鋪的專家，有三位社福界的朋友，看看大家覺得現在其實輪候不同服務的狀況是怎樣。幾位可不可以分享一下現在的情況是怎樣？咁不如我講下先咧，其中有講過呢個幼兒中心啊，其實而家咧係100個 BB 咧就等一個位。咁咧就而咧政府其實咧就俾人鬧咗好耐㗎啦，就因為呢個位太少，其實而家咧全港啊得744個位嘅啫。咁但係適齡嘅 BB 係講緊即係十幾廿萬嚇，咁所以變咗咧，其實政府俾人鬧咗咁耐咧，就積極真係去檢討個服務啦。咁其實咧就出咗個數字嘅，就想咧喺未來咧覺得估計嗰個需要咧或者嗰個爭嘅位咧，講緊係3萬個，3萬講緊係咩咧？係300個幼兒中心。咁每個幼兒中心咧講緊係大概5000呎。咁你計計條數咧，講緊係已經係150萬平方尺嘅處所噶啦。咁你話咁遲啲啦，有乜所謂咧？係咪即係都有阿媽湊嘅嚇？咁但係其實通常呢啲幼兒中心咧都係雙職父母，係講緊95% 以上嘅。咁雙職父母咧，佢要翻工係咪？政府係鼓勵人翻工嘛？翻工咁 B B 點咧？咁啊得幾個選擇嘅啫，一係就逼你老爺奶奶湊啦，不過好多時就未必咁健康。幫你湊即係搞唔掂啊嚇，咁又或者話係請姐姐啦，咁研究話咧姐姐湊出嚟嘅小朋友咧，好高啲嘅比例係有語言發展嘅問題嘅，咁我諗大家都見到噶啦嚇，即係而家好多時結果咧就排咗去咧幼稚園小學就揾一個咧。好貴嘅復康服務啊，因為即係發展好多嘅甩漏嚇，咁所以政府都即係覺得要解決真係要面對處所不足嘅問題嚇。要排幾耐隊到啊？而家嗱，如果你好彩咧，好彩咧就係、是、又睇唔知幾咩月份出世嚇，就係9至15個月。唔錯，唔好彩等唔到，因為 B B 咧個服務係0至3歲嘅啫，15個月之後。你未必唔會冇人湊15個月嘅係咪？所以可能你係輪唔到嘅，想講你排都排唔到。咁有啲好彩就有人睇住先嘅咧，就都捱到咧有嚇。咁另一個服務我想講下咧，就係、是、其實叫做可能大家比較少啲聽嘅，就係到校學前康復服務。大家都知道咧，就係、是、發展遲緩或者發展障礙係一個好普遍問題。咁可能你身邊都有。我諗中小學都有啲同學係咪有發展障礙嘅問題？咁如果早啲發現咧，其實佢嗰、那個轉變係會大好多嘅。
好，咁啊，系好，唔该晒蔡太同我哋简单讲嗰啲数字啦。咁啊，睇下关顾联点样睇咧？好，咁我哋又睇下长者同埋残疾人士嗰个情况吓。咁而长者社区服务咧，其实而家嘅轮候人数咧系12,225。嗱，呢个数字咧系去到2019年嘅一月底为止嘅吓。咁而好啦，咁至于财政预算案咧，佢只不过系增加300个嘅。資助的日間護理名額嘅啫，試問300個去點去滿足12,225個人呢？咁而至於院舍方面，嗱，院舍咧亦都係政府咧係冇今次財政預算係冇提到嘅嚇。輪舍方面咧，我哋津助護理咧，我哋係需要等39個月，而這個護養院咧係需要等23個月，而總人數咧係。等候人數咧係有7,176個，而當中咧好多時候咧，往往佢哋係等到離世咗，佢都係未等到嘅。咁呢個係一個非常之嚴重嘅問題。而至於殘疾人士嘅話咧，佢哋係分咗呢一個嘅中度嘅弱智咧，係要等11年；嚴重肢體傷殘人士嘅宿舍咧，係要等9年；而嚴重弱智人士咧，係要等7年。呢個係宿舍係嘛？如果係服務咧？如果服務嘅話咧，我呢度咧就我呢度咧冇數字係講呢個殘疾呢方面嘅服務嘅嚇。好，咁我哋睇睇社總嗰邊點睇啦嚇，睇下社總覺得呢個咁嘅政策係咪都係一個好嘅政策咧？嗱，呢個即係對於社福界嚟講咧，即係好無奈嘅一件事。即係如果大家回翻大15年，即係14年前，即係領匯上市嘅領展啦嚇。當時賣出的嗰個即係集資嘅額係250億，講緊持有嘅物業900多萬呎。今日即係財爺同我哋講就話用200億買嘅地方係43萬多呎，咁即係我哋用咗即係大概差唔多嘅價錢咧，我哋10多年嘅時間唔見咗800多萬呎嘅地方。咁其實即係其實原本。如果真係有啲咁嘅短缺，如果係冇出售到屋邨嘅商場咧，其實而家好多嘅屋邨商場都有適合嘅地方係俾社福機構咧係去使用噶。亦都有報道啊，即係出咗財政預算案之後，亦都有報道話，即係近程係過去一年都有4-5間嘅即係服務單位咧，係因為領展咧決定係要終止個租約。佢終止個租約，未必係賣，即係租俾另一個更加好嘅即係租金更加高嘅地方，可能佢只係想。統一個業權再去出售，即係去俾另一啲嘅即係嘅業主咁樣嚇。咁我哋見到其實呢啲即係一個自食其果同埋自作業嘅結果，唔係政府嘅自食其果。我感覺到就係呢啲係公帑，市民都自食其果嘅。其實都我哋見到嘅其實即係好多時出而家正即係頭先主持都問我哋即係嗰個缺乏嘅情況係幾嚴重咧嚇。我俾一個好簡單嘅數字，長者嘅服務。在一些長者的社區服務，現在其實最缺乏的長者院舍和復康的院舍服務，但現在講緊社區服務，長者鄰舍中心、長者地區中心那些，其實過去10多年來，由我剛才講領展的領匯上市的時候，只是每樣多了1間而已，那些綜合家居照顧服務隊就由2003年到現在1間都沒有增加到，但是長者的人口由70多萬到現在120多萬。如果根據即係社署俾個標準嘅話咧，其實應該要有即係頭先我講嗰啲嘅長者鄰舍中心、長者地區中心加埋要有600間嘅，而家只係得100幾間，去到2046年仲需要1,200間，但係用10多年時間只係增加咗1間。好啦，而家有呢啲用呢個方案200億去買物業，但係其實講緊係增加緊，好似話係60多個地方、130多個單位啊！即係幫到啲咩手咧？我哋都係有啲擔心。即係你唔去做呢樣件事，我哋更即係啲街坊等得更加耐嗰啲服務，係咪？即係長者人口一路都係增加緊嘅，嗰啲單位數目都係冇增加嘅時候。但係啲200億，如果係一早係用咗喺前線嘅服務上邊咧，好多老人家而家今日嘅即係所接受嘅服務。哇！咁嗰嘅生活咧，應該係好唔同。好，唔該曬社總分享啊！咁啊，同李根興傾傾啦嚇，即係商鋪嘅專家。頭先社總就覺得當年即係賣咗呢個領展啦，就有啲影響啦。咁啊，而家用200億買翻43萬平方呎啊！李根興點睇咧？
首先希望明白，多謝幾位意見，我是唯一一位商家，做生意想嘢要正面，總之天跌落嚟當被冚，政府放隻太空船上去月亮都好，我都話對工商部是好的了。因為亦都現實地的時候，你睇一睇個數字，我想香港很重要的一樣嘢，我明白社區設施啊、幼兒設施的時候是很重要，但是香港更加重要的是正能量，個個很負面投訴咧冇乜意思，做好自己。但係講下數字的時候，講緊每一年的時候，樓市咧的成交量是鋪市的十倍，是工廈的十倍，是商廈的十倍。工商鋪加起嚟的時候咧，每一項就大概是400亿到的成交，即係加起嚟係1200亿的成交。商鋪就是400億一年成交，工廈400億一年，商廈400億一年，樓呢就是10倍啦，基本上。咁你諗下，政府攞200億出嚟掃貨，我唔知佢掃工定掃商定係掃鋪啦。但我睇返呢個長者嘅設施，大部分都係地鋪。幼兒園嘅話呢，我睇返呢度九龍塘嘅地方，都係講緊沙福道9號啊、金巴倫道14號，都係全部地下嚟 ，most likely 都係鋪。咁你諗下，如果200億數一個400億一年的成交的商鋪市場，其實很大的 mark 嚟嘅。佢而家就話200億是分三年的，咁每年可能60多亿啦。咁你覺得呢個比例點樣？呢個比例咧都是大一個數字咯，因為始終喺鋪嘅層面咧，一年成交講大概400億，當佢分三年啦，就講緊係每一年大概係60亿啦，一成幾嘅市場啦。但係我覺得佢數字有少少計錯嘅，點計錯呢？喂，買200亿嘅物業。60个，200亿除60个，即系讲紧3亿几，3亿几每一个物业喺商铺嘅市场，你睇翻过往咁多年咧，每一年咧过3亿嘅成交大概10多个嘅啫，唔够20个。咁你谂啦，计计数啦，过3亿嘅成交，每一年都系讲紧10几个，三年要数60个，即系等于数晒佢，市场上都唔够佢数啊！我自己喺啲经纪嘅时候，全港经纪我都攞呢几日攞好多搜集资料啦，啱政府数嘅物业咧，大概100个到啦，但系咧政府又講得明，老人家的設施啊，而家現有的幼稚園咧，佢唔會掃，原因咧費事影響現有的居民啦。咁嘅話咧，嗰度再減一半，所以實質上嘅 list 只係得50个嘅，其實少少計唔掂數。但係點都好，正面地去諗嘅時候，政府做乜都好，都係向我好嘅。咁係咪鋪價一定升啊？我見你之前接受訪問就話鋪價必升喎。嗱，應該咁講，我係一個做生意嘅人啊，希望明白，做人要正面啊。我覺得佢掃樓，我又話鋪價升，點解咧？啲樓嘅時候套現咗，咁啊自然擺落鋪噶啦。掃工廈、商廈又好，佢起將多啲地嘅時候撥為呢個公營用途都好，私營用途自然減少啦。但始終整體上嚟講咧，睇翻鋪市咧，成個嘅鋪市過往係冇乜正面嘅消息嘅，因為可能前幾年嘅時候香港咧比較反自由行，咁啊自由行由2014年嗰陣時候佔中，2015年9月份紅磡打死遊客事件之後咧，鋪市係直插落嚟嘅，尖沙咀、銅鑼灣講緊係跌咗70%啊。咁所以咧最近嚟講呢幾年咧，工廈活化同呢個鋪冇乜關係，但係第一次真係政府有啲措施咧，係同個鋪市係會正面嘅效應。咁係咪真係會升啊？我真係覺得梗係會啦。老實說，我自己喺個商鋪嘅市場嘅時候，我覺得嗰陣而家全香港買街鋪冇人多過我㗎啦。咁但係咧我自己出價都追價多啲啦，我企價都企得硬啲啦。今朝嚟之前嘅時候，都有個好大幾百億嘅投資者打電話同我講話 ，Aaron 好事喎、啊。咁我自己從我正面講都係，總之天跌落嚟當被冚，乜嘢事對做生意都係好咯。好，咁睇下幾位即係社福界朋友點睇？驚唔驚政府買貴咗咧？即係俾人當水魚咁劏咧？蔡太點睇？嗱，我谂我真系唔系呢个专业，我又冇买个铺，系咪？咁我只系会照住讲咧，就话咧，净系知就话政府其实佢如果做任何嘢啦，都系满足翻嗰个服务好大嘅裂口嘅时候咧，其实都要考虑服务需要嘅。咁我諗你就講咩死鋪咩鋪，我諗佢都應該要，我就期望唔係為咗買而買啦，最後要解決到即係嗰個服務處所不足嘅問題。其實我哋好多規限嘅。幾高啊？幾大啊？消防啊，好多樣嘢，好多要求。所以其實我估亦都唔係一件容易嘅事。咁因為其實政府咧曾經都試過咧係租㗎，即係其實呢個唔新㗎，但係租又貴喎、啊。即係我估即係呢個真係兩難嘅局面，咁我覺得就真係靠政府或者相關專業咧去解決呢個問題，即係究竟咩嘢係影響少啲咯嚇。嗯，好啊，李鳳瓊咧。啊，對於今次呢一個嘅二百億咧，咁我哋咧就發覺咧啊非常之失望嘅。嗱，大家唔好忘記就話，當然增加呢一個鄰舍中心啊，呢啲地區中心啦、啊，其實係件好事嚟嘅。咁但係問題係增加咗呢個中心嘅時候咧。咁中心呢啲全部都係中心式嘅服務，咁而有啲長者
是行動不便，這個是事實來的、啊、傷殘人士他們都行動不便，即是說就算他們去到這個地方，但其實也都未必有服務的。剛才都聽到大家我們都提到這個輪候這個的時間是有多長的，即是說就算有地方，不要忘記他是沒有提到是增加服務，即是說他沒有增加服務，即是說是沒有這方面的資源是給出來給各個機構，即是說就算有地方他都未必是做到這個服務出來的、你會不會擔心政府買貴了、這個當然啦、啊、即是這個剛才你都看到誰最開心呢，在這個牆上面，是不是？而為什麼剛才都說到就說為什麼我們、用一個很低的價錢賣了給我們大家都知道的那間公司，但現在竟然間可能呢是要向這個公司是買回是很貴地買回這些物業的時候呢，喂，這條數是什麼數來的？就算我不懂計數我都知道，即是沒理由低價賣俾你，高價向你買翻，咁呢個乜嘢事情咧？係政府就羅志光就講到明就話，買翻領展嘅物業嘅機會係幾乎等於零嘅，係啊。好啦，但個問題就話，譬如話，尤其是喺元朗啊、天水圍呢啲地方，請問佢哋有冇呢一個嘅商鋪嘅地方嘅咧？咁如果冇嘅時候，咁係咪即係又要去某間公司買咯？嗯，係即係有啲朋友都話，有啲新嘅地區可能即係得領展嘅，除咗領展之外都冇其他咁樣嘅商鋪可以揀啊。咁啊，睇下阿黃旭熙擔唔擔心，即係政府咁樣入市會托高個市啊？嗱，我諗翻起咧，政府一路即係講緊一啲嘅政策唔去推行，例如係乜嘢咧？租金津貼。OK， 例如低收入人士又好，綜援人士嗰、那個即係租金嗰個金額都好咧，都係唔會即係政府嘅一路嘅講法，唔加，唔可以加太多，係點解啊？因為加咗就會其實益咗業主嘅啫。最後，喂，而家政府其實做緊翻同一樣嘢，嚇、啊，即係嗰個邏輯喺邊度嚟咧？而家又走去買，然後佢又話唔會托高嘅咁樣嚇，唔、啊、太擔心咁樣。咁我覺得即係講一套咧，即係有雙重標準呢件事上面，即係街坊即係想要多啲嘅租金津貼就話會托市，但係自己去買物業話去俾社福設施咧就話唔會托市，咁呢個係咩嘅邏輯咧？嚇，第一件事。不過李生頭先都講咗一個即係事實俾佢聽，原來有啲嘢真係唔係好 work 嘅嚇，因為我今朝嚟嘅時候咧，先喺度講緊，即係同一班社工朋友喺度講緊，啊咁邊啲設施係可以擺上二樓、三樓或者地庫？咁嗱，我哋最後結論就係，起碼長者嘅設施係擺唔到上二三樓或者地庫嘅，因為一定好多時要輪椅出入，即係要地鋪啦，係咪咁樣？啊，原來地鋪即係一個單位，其實而家你要即係唔過三億係嘛？頭先李生講好多嘅成交，簡單嚟講就係話個鋪位唔大咯，平均要三億，平均要三嘅唔多啊嘛，唔多啊嘛，呢啲交易嚇呢啲，咁即係一啲鋪位根本就唔夠大嚇。而家講緊一個即係好多嘅長者中心玩幾千尺嘅地方，好多地鋪其實你唔係連續打通幾個地鋪咧，都係做唔到嘅。其實都嚇，咁而家即係聽證話俾我聽，即係唔 work 啊。其實呢件事最後呢二百億究竟係即係使咗定係唔需要使咧，定係使得冤枉咧咁樣？而家就真係完全都係未知之數嚟。好，講到即係買啲咩鋪位啊，不如又問一下李生啦，李根興啦嚇。咁啊，有啲人就話政府消息人士就話會買啲空置嘅即係商場咁樣喎。咁啊，有啲人又話係啦，可能地鋪啊或者啲商場一二樓啊咁樣。你覺得邊啲區域或者邊啲鋪位合適政府咁樣用？好，講翻鋪嘅時候啦，但係講翻少少笑容咧，你點都可以認識我嘅人咧，我一出門口嗰一刻就提住自己一定要笑，出個府道門就要笑，笑笑下生意就會嚟嘅，先做人開心啲。咁啊，你講翻買啲咩鋪嘅時候，講條數咧，鋪頭咧同樓同埋呢個嘅工廈商啊少少唔同喎，鋪係睇呢個釐數回報，一個五萬蚊租金嘅鋪，三釐回報就值二千萬，一個八萬蚊嘅鋪，三釐回報就值三千萬，香港平均。每間鋪成交價是三千萬，大啲嘅金額先至係三億喎。咁咧，所以點解咧喺政府嘅時候咧，會唔會點計數咧？條數咧係最難計嘅，因為買鋪嘅物業咧，只要你打翻條租金落去，八萬蚊租金呢、這個咪值三千萬咯，八十萬租金呢、這個咪值三億咯。所以點解咧係最難嘅問題？即係用個租，係用個租去用個租值。咁如果我買翻嚟嘅時候做社福設施嘅話，我打翻條租金落去嘅時候，總之呢度就八十萬啦，租金咁咪值三億咯，即係任你噏咯。咁但係喺邊度咧個位置咧？一般嚟講，我覺得咧好多人講劏場鋪，我聽到有啲嘅立法會議員啦，話買翻咩劏場波就買翻 ，sorry， 唔好人身攻擊，咁啊買就
再買翻呢個湯場鋪，我就肯定錯，因為呢啲係散業主，你係傾唔掂數嘅。咁香港冇人認識湯場多過我啦，我相信。咁但係咧個散業主你傾唔掂，一定係單一業主嘅。咁通常會喺邊一度咧？單一業主嘅時候咧，咁可能係邊度咧？就會喺一啲嘅屋邨嘅樓下啦。咁可能一啲大型嘅發展商咧，佢本身有啲商場成個揸住啦。就或者嘅時候咧，就可能一啲比較舊區啊，深水埗啊、大角咀咧，其實有好多嘅地鋪、橫街窄巷咧，等重建啊、等發展嘅時候咧，社署亦都可能會去買入嘅。咁呢啲嘅位咧，而睇翻落去咧。法例上啊，如果你真係要放人入去攞正牌，我相信社署唔會唔攞牌嘅啫，係嘛？唔會犯法啦。你開一間老人院又好，長者中心又好，社區中心又好，法例上你一定要係六樓樓下，即係離地唔可以超過24米。如果唔係消防條例咧，係唔俾你通關嘅。所以冇一個長者中心會喺48樓嘅，一定係六樓樓下。互助幼兒園咧，法例上咧規定你係3樓樓下，亦都點解咧？長者又好，小朋友又好，家長放低小朋友都咧喺街鋪係最方便嘅。大部分嗰啲嘅社區設施咧都係街鋪嘅。即係都係街鋪為主喎，係咪？即係可能都會係。我睇落去，我覺得係主要係街鋪，因為你唔好講話，唔好 project 未來。你睇翻而家社署嘅設施，大部分服務大家嘅都係講緊六樓樓下，而大部分咧都係街鋪連一二樓，所以最大機會咧係地下有個入口。咁可能地下嘅時候800尺、1000尺有個地方招呼下啦。之後咧有條樓梯上去上面2、3樓，咁你望下咧側邊有其實英文叫做 retail podium 啊，即係好多嘅住宅樓下咧有個消費嘅平台喺度。嘅時候咧，嗰度被買入嘅機會率咧就最大啦。頭先你話即係可能都有啲大發展商嘅商場係嘛？咁咪即係又好似益曬佢哋咁樣。哦，有好多大發展商，唔好講名啦。不過有好多發展商嘅時候，個商場佢都揸住噶嘛。而好多發展商嘅時候咧，佢哋唔中意做商場嘅，因為做商場其實好難管理。尤其是最近嘅時候咧，商場咧街鋪都好啲喎。商場俾呢個嘅網購咧影響得犀利啊。咁既然俾網購影響得犀利，又租唔出嗰啲嘛，咪做老人家設施咯，做社區設施最好啦。好，問多一句嗰啲。如果真係冇乜人去嗰啲空置商場，如果計翻條數，40000多一尺值唔值啊？梗係唔計錯數啦，完全40000多尺，你買呢個甲級商廈，你喺中環嘅時候都買到啊！咁梗係個我意思，計呢個計錯數噶啦。咁但係又咁喺財政預算案入邊咁多條數計錯一條俾佢啦。好，咁啊睇下其他嘉賓，例如對選址方面有啲咩意見咁樣啊？買啲咩鋪頭啊？阿蔡太。我諗其實就睇下佢嗰個喺邊個區啦嚇，咁但係有啲可能係服務緊當地嘅居民嘅話，咁可能就變咗係喺嗰啲需要大嘅區啦。咁有時可能有啲政府都睇到就話咧，如果係交通方便嘅地方嘅時候咧，佢嗰個即係服務嘅網絡可以更加大嘅時候咧，亦都可能另一個家長係多啲人受惠。咁我其實呢度對我嚟講，我係覺得只要其實嗰個環境係OK， 即係以前唔係㗎，譬如垃圾房側邊啊，即係嗰啲其實係對細路仔健康麻麻地嚇。即係我諗起碼即係對嗰個服務對象，佢嗰個環境健康係合適，咁亦都係合乎法例，咁用到我諗對服務機構嚟講，我哋就唔會要求啲乜乜乜，因為我哋都知道其實係都係市民嘅錢嚟嘅嚇。好，我哋下一節翻嚟繼續傾啊。好，歡迎翻嚟第二節誠信談。今日講咧係財政預算案建議用200億嚟買60個物業，愛嚟做呢個社福嘅設施。咁啊，頭先又講到咧係選址咧，應該買啲咩物業咧？喺邊度買啊？咩區啊？咩大細啊？鋪位啊？定係商場啊？咁樣，不如聽下係社總黃旭熙嘅睇法係點樣？嗱，我想回應一下李生啊，頭先佢講咗好多，佢分析咗一個市場嘅狀況俾你聽啊。究竟邊啲物業係即係有得賣嚇，有成交咁樣，邊啲有興趣咁樣？即我只係感覺就係似乎都啲業主唔係好似等緊，即係政府等佢收購嘅，即係等政府出價，然後咧就多一個買家潛在嘅買家，然後就向其他嘅買家咧就開一個更加好嘅價錢，係嘛？即係呢個就變咗咧，政府係買唔買到物業都未知之數，但係我哋淨係見到咧就係好多嘅即係呢啲商鋪嘅物業咧，其實已經係即係等緊喺度升值啦，啊蠢蠢欲動啊，咁變咗即係嗱，我擔心嘅。頭先都即係喺休息時間都提過，其實好多嘅私營安老院其實都用緊呢啲地方嘅，係咪？你好見到喺街上面好多下二三樓嘅呢啲地方，佢哋係可能唔係自置物業，係都係租嘅啫。會唔會連呢啲嘅租金都會托高埋？而家住緊私營院舍嘅嗰啲長者？係變咗冇地方住咧，嚇、這個都有啲擔心㗎喺度嚇。
即係一路頭先都有提過啊，即係有啲區而家話十八區都話想去買係嘛，即係有啲新發展區，咪冇話新發展新市鎮啦嚇，如屯門、如新天水圍都冇乜係商業嘅地方㗎啦，我見到都係咪？即係點喺嗰類地方度，即係仲去揾咧嚇？揾唔到，最後嘅結果就係仲去托高埋同區而家嗰啲嘅安老院嗰啲嘅租金咧。我喺度都擔心咧，政府又製造另一個問題出嚟俾我哋咯。都有啲報道就話，例如有啲幼稚園啦，都係租緊一啲咁嘅地方啊。咁都有幼稚園嘅校長都擔心會加租。咁睇下李鳳庭點睇啊？作為即係服務嘅使用者，你覺得邊啲地方係合適可以做一啲咁嘅中心提供服務？我哋嘅睇法就係話係按人口嘅比例嘅需要啦。咁由於咧，我哋個關注就係長者同埋呢個傷殘人士啦，咁所以我哋希望咧係喺一啲人口比較集中啊、交通便利嘅地方咧去選址，而啲地方咧係可以係易達嘅，係容易去到嘅，就唔使又有一級有兩級咁樣嘅。咁我哋都希望咧就係冇障礙嘅啦，係最好咧就係冇一個斜坡啦，因為推住輪椅真係好危險嘅嚇。咁而我哋都希望咧就喺就算大廈裏邊咧，都希望裏邊咧係冇障礙嘅，亦都有如果有扶手電梯啊、lift 啊更加好啦，因為推住輪椅搭根本就搭唔到扶手電梯嘅，咁亦都希望咧附近咧係有休憩嘅地方啊、遊樂場啊或者其他嘅社會福利嘅設施啦，咁而附近咧我亦都希望係有停車場呢啲咁嘅地方啦。咁可能就會貴啲嘅咯，即係又要交通方便啊，又要咁多設施嘅話，咁啊。咁但呢一個係一個我哋未來三年裏邊一個計劃嚟嘅，咁所以我覺得作出一個理想嘅一個嘅計劃，呢個係必須去要嘅啦嚇。好，咁喺交俾台下朋友發言之前咧，都想問台上嘉賓四位一個問題咧，就有啲人就建議話可以用空置校舍，其實就唔一定要喺出邊買私人物業啦，咁或者用一啲空置嘅街市啊咁樣樣。不如問下蔡太啊，即係例如如果兒童中心喺空置校舍，其實係咪都可以咧？我諗其實就真係呢個牽涉內部裝修嘅啫，咁我覺得校舍係可以嘅，不過我就唔知道，因為好多時空置校舍可能都係教育局有啲佢嘅計劃。即係我佢又冇公布到啦，所以我唔知佢諗住點用同埋幾時用嚇。咁但係對我哋機構嚟講就係話，其實冇乜特別嗰個性質嘅，反而就好似我剛才講咧，反而就係話嗰個交通咧唔可以太麻煩，因為你諗下抱住個 B 咧，嗌你行十分鐘咧，仲要夏天咧，其實就真係好難嘅，所以變咗個交通網絡其實好重要嘅嚇。咁咁啊，學校唔係仲好咩？通常都喺啲住宅附近咁樣樣。唔係，所以學校對我嚟講唔係睇佢係好定唔好，都係個校嘅位置咯嚇。都有啲廢置校舍可以好隔絕嘅嚇。咁所以我諗就真係睇個地點咯嚇。我就好贊成阿蔡太所講嘅呢一點嘅，尤其是咧就係話你講到一點就係嗰個裝修嘅問題啊。因為之前咧就已經係有情況咧，就係話政府要求咧某啲機構咧係要曬成個校舍啊。咁但係如果要曬成個校舍，嗰個維修費用咧，那個裝修費用係非常之龐大，所以唔係好多機構係能夠做到嘅。咁所以如果政府係可以喺呢方面係做多少少嘢。如果你話只係需要一啲嘅裝修嘅費用，而係整到一個地方係俾我哋嘅社福機構嚟做，點解我哋仲要花200億係去買物業咧？而嗰我哋講緊係60個，但係如果我哋講緊呢一個嘅荒廢嘅校舍係有183個嘅。其實而家空置嘅校舍咧，即係如果係真係冇用嘅話咧，其實即係冇人揀啦嚇，都有時都係真係屋邨入邊啲隔涉嘅地方。咁同時咧，其實好多時佢哋係位於一啲咩屋邨咧？比較舊嘅屋邨係租置嘅屋邨啊，即係佢哋個交通咧，即係我哋有啲例子係見到，即係2013年已經開始諮詢，拗到2015年啦，好似法團都啲街坊都同意唔反對啦咁樣，但係啲可行性研究搞咗3-4年，都發現就係啲交通嘅問題。點解？因為啲通道其實就係屋苑自己管，即係佢哋嘅土地嚟嘅，係咪？咁你究竟因為好多時啲設施都要需要俾啲大，即係啲復康巴啊嗰啲地方使入去，搞唔掂咧，其實你要個校舍都係冇乜用嘅。咁所以而家見到就係其實唔係話冇試過去將空置校舍去
即係擺出嚟係變咗社福設施，但係有㗎，有四個做緊㗎呢啲咁樣，但係都搞六七年都未搞掂啊，咁所以可能先至政府先去諗出一個即係市急馬行田嘅方法咧，就去買現成嘅鋪位啦嚇，係對住條大街嘅，咁咪搞快快手手咯咁樣咁。咁但係即係其實係咪即係代表住係空置校舍用唔著咧咁樣嚇？即係點解會一路都咁多問題咧？嗱，亦都有我哋所知咧，就係局與局之間咧係冇乜即係。即係讓步嘅地方㗎，係學校教育局嘅地嘅處理嘅地方啦。佢肯讓俾其他例如勞福局去用嘅地方咧，都係好困難嘅一件事啊！即係羅志光都親口咁講嘅，同我哋都係話：，哇！喺跨局嘅嘢就好難搞㗎啦。咁你見到一啲嘅即係空置校舍，其實係有係轉咗俾教育用途，但係咧見到一啲嘅有啲嘅空置校舍轉咗俾教育用途，即係唔係中小學啦，但係佢使用率好低，都繼續俾佢哋用嘅喎，嚇又唔會再轉嘅咯喎，點解咧？呢個就係各自為政嘅問題啦，政府自己都唔打通呢啲事情，即係我哋去心急都係冇用嘅，其實都。好，睇下李根興點樣睇啦。空置校舍，空置校舍我唔係好識啊。但係如果得嘅話，一早搞咗啦。你要改變個用途，同埋好多社福機構，佢有個利益喺度。你攞翻嚟租幾錢先？你批咗佢咁多年嘅時候，唔係話收啊收。但係多管齊下啦，實際啲講下有咩嘅物業咧。如果從個鋪嘅層面，或者地下，或者一二三樓咧，係最大機會嘅。你望到坊間嘅時候，通常係嗰啲咩？政府講到明啦，現有嘅社區設施，舉個例子，一間嘅老人院，一間嘅幼稚。院賣嘅話，佢唔會買落嚟嘅，因為咧你冇理由買間老人院翻嚟趕走間老人家，開咗個社區設施唔 make sense 咯。咁 most likely 咧最大機會係咩咧？你望下樓上波樓啦、桑拿館啦、酒樓啦、超級市場啦，地下嘅話咧就講緊係車房啊、五金回收啊，或者係一啲嘅工程公司呢啲都係最平嘅價錢嚟嘅。從正面地睇嘅。香港嘅住宅咧好少空置率嘅，如果唔係香港唔會咁多劏房啦。但係工廈、商廈都好咧，空置率都好低。但係你行下條街，你望下樓上一二樓或者甚至乎地鋪啊，係好多空置嘅。你走去九龍城，你望下好多間都係吉鋪喺度。所以咧，又係當然啦，中間政府點樣同我哋去傾嘅時候咧，個價錢點樣去定咧？呢個係最大一個問題。好，好，唔該曬，交俾台下朋友發言啦。我先交俾係聖公會梁桂怡中學同學發言先。你好，我係嚟自聖公會梁桂賢中學嘅仇永豪啦。咁我想問個問題就係、是，啱啱嘉賓就話二百億對於去買啲地鋪係非常足夠噶啦。咁即係換言之嚟講，就可能會有餘下嘅金錢啊。咁我想問一下，如果對於餘下嘅金錢嚟講，你會認為是留翻低去做一啲即係請人嘅服務啊，定係會用嚟購買更多嘅物業會更加好咧？好，咁啊。羅志光都話雨鬆咗啊，啲錢咁啊，唔知鬆咗幾多啦。最後啊，好，另外交俾香港神託會培基書嘅同學。咁香港計劃啦，就直接去買啲物業啦，正正就反映咗其實呢個社福嘅服務嘅需求都好大啦。咁買啲物業咧，雖然可以喺短期之內就可以增加到啲服務啦，但係如果要全面解決呢啲社福設施不足的問題呢，政府是不是應該做好一些長遠的社福規劃呢？就不是頭痛醫頭腳痛醫腳了。但是這樣快一點嘛，政府說快過起嘛。但是我們會不會有一些長期一點的規劃呢？那你們同不同意今次政府的財政預算案是比較重視這個短期而忽視了長期的措施呢？那不知道各位有沒有一些建議給政府去長期提升這個社福服務的需求和質素呢？好，謝謝。再加回給梁桂怡中學的同學。大家好，我是聖公會梁桂賢的陳日亮。我想問台上嘉賓，你們覺得如果政府在規劃公屋和社區的時候呢，就計劃了個 社福的設施的位置，跟住有個固定的位置是直接屬於政府的，跟住唔使我財團嘅影響。而家一路都有咁做嘅，政府就話嚇。不過咁樣就要佢話要八至十一年咁解啫嘛，即係要等耐啲咯。買就可能兩三年就得啦。咁好，係好。咁啊，所以呢個就係、是政府就係一路都有嘅，長遠嘅嘢就一路都有喺一啲可能喺賣地嘅時候加啲條款，要去起埋呢啲咁樣嘅設施咁樣樣啦。我再加翻俾另一位培基書院嘅同學。好啦，我就係神台培基書院嘅鄭景林啦。咁我就想問一下啦，其實而家香港其實政府都有多空置用地，其實譬如空置嘅政府宿舍，或者甚至其實天橋底都可以嚟起一啲你哋所講嘅社福設施啦。其實而咧市區嘅周邊配套已經係十分完善啦。咁雖然咧財爺就話好嘅空置位已經俾人用咗啦，但你哋同唔同意咧？或者咁多位你哋喺申請用呢啲建築空置嘅政府建築物嘅時候咧，會唔會遇到一啲困難咧？多謝。
好，都有啲人申請過就空置校舍，但係都唔係好成功啊！我交俾後面戴太陽眼鏡呢位女士。係啊，各位你哋好。預算案咧撥咗200億喺三年內咧購買60個物業單位啦，即係設立咗幼兒同埋臨舍社福及設施。我覺得係政府一個好大個創意，但係有啲人咧懷疑係官商勾結托市，我覺得都係一小部分人即係唯恐天下不亂咯。我認為政府能夠做到急市民所急，就不必避嫌。嗱，到有啲人反對就唔使避嫌啊，係咯，係咯。我話唔會有啲人去反對，你就要去動搖咩？哦，好咁啊，但係公帑都要用得其所㗎，係咪？錢係政府自己起計咯，我哋市民就唔係好熟。係我哋㗎嘛，啲錢本來係。我知，但係我哋唔係好熟呢啲。好，我交俾後面黑色衫呢位先生。嗱，我同意，其實頭先學生講其實要長遠規劃，我哋要知道咗我哋未來呢十年，我哋會起乜嘢嘅中心先，我哋知道曬所有位置先可以去買㗎嘛。仲有一樣嘢就係、是，你其實我哋而家個平均咧，我哋每一個單位成7000多呎嘅收購，即係我都唔知道有冇咁多大單位俾佢哋啦嚇。同埋一個好多好大嘅問題就係，我哋可唔可以將現有嘅設施，可能本來佢喺地下嘅，我哋可能去交換位，新買嘅位可能買2、3樓嘅，咁我哋唔使買咁多地鋪啊嘛。咁我哋換個位嘅話，佢哋可以慳翻好多錢嘅。咁啊，仲複雜喎，要交換。咁你要慳錢就咁啦。如果喂咁大隻水魚，我唔劏你，喂對唔住自己啊。好，我哋休息陣先，下一節翻嚟繼續係台下朋友發言啦。好，歡迎翻嚟最後一節《城市對談》。今日講講咧係財政預算案建議就用200億咧嚟買一啲社福嘅物業嚇。咁啊，我再交俾梁桂怡中嘅同學發言先。台上各位嘉賓，大家好，我是來自聖公會梁桂怡中學的關家傑。我們以往見到有很多不同的社福設施都會是在一些屋邨裏面的商場，例如是藍田的廣田邨這樣，但是這些商場這些社福機構已經逐漸消失了。那我想問一問，其實在屋邨商場裏面建立一些社福設施呢，其實會不會令到那個店鋪失去一些商業價值呢？還有我們在設立不同社福機構的時候應該用什麼準則去判斷那個位置？最後我想問一問，其實商業啊同埋呢啲社福機構之間應該點樣取得平衡呢？唔該。係，所以可能最後就成個場買起咗佢啦，咁就唔會影響到其他鋪位嗰啲價值啦嘛，係嘛？再交俾培基書院嘅同學。大家好，我是來自香港神託會培基書院的周子月。雖然福利局局長羅志光就說會很少機會就購買領展的物業，但其實剛才李先生都說過，很多單一的業主都是一些大型的發展商，大家覺得其實會不會政府其實都是講大話，其實都很大機會是買回領展的物業呢？多謝。他就說機會近乎零，看看最後怎樣。我想如果他買回領展的物業的爭議都很大，交給後面有位社福界的朋友。咁大家好啦，我係註冊社工梁文亮啦。咁啱啱其實好多在場嘅人士都有提及到話，社署一直都會有就發展項目去揾地啦，去叫發展商去起啦。但係其實截至由2001年後到2018年，其實得30個項目社署先有咁做。會唔會覺得係政府真係要應該孭起翻呢個責任，去就住發展項目嘅用地咧？其實係佢哋係應該要去揾翻一啲社福用地咧。同埋其實我哋都見到咧，政府一邊係將一啲政府用地咧去賣，但一邊又會去找一些商業機構去買回用地。其實政府就著長遠的規劃而言，在社福設施其實是否因為它規劃做得不好，才會令到今時今日的社福設施不足夠呢？好，都是承擔的問題。再交給戴武這位先生。午安大家好。從來這幾年呢，特區政府都是承諾了福惠民開，而且一定要照顧最基本最基層的人民的生活的狀況。咁今次咧，政府始終下定決心咧，用咗咁龐大嘅錢。呢啲龐大嘅錢，我哋唔需要太過擔心佢變咗運用。我哋政府係有智慧嘅人，包括我哋在上都有智慧人，一定會浪費得今年。一定唔會浪費。每一個錢咧，活用得其所嘅。40000多蚊買個死場都每尺都唔浪費。咁佢肯，你肯人肯賣俾你先啊？人都唔賣俾你，何為死場啊？人家賣得給你才是生場啦，人家做生意緊要賺錢啦，政府夠賺錢咯，賣地咁多錢收入咁變啦，我哋話佢官商勾結啊。O K， 即係你可以用嗰啲賣地收入去買翻嗰啲地方咁樣係嘛？咁咪就係咯，大家有交易來往，明白？來往往啫嘛。交俾戴眼鏡呢位先生。嗱，而家財爺嘅理財新哲學咧，就係有撥款就冇監管。
咁其實咧，而家財政預算案咧就撥款俾勞福局。咁勞福局而家講咩都冇用㗎，最後又撥款俾呢個係產業處。產業處咧就揾阿 Ever 呢啲專家咧寫啲報告，就話到時抵買㗎啦，係咁多㗎啦咁樣啊，咁咧就點樣用都得㗎啦。其實我在座就冇立法局議員啦，其實我就話，其實應該點樣監管咧？財政預算案根本就冇講到點樣監管。監管咪就係立法會批咯，佢要撥款條例草案噶嘛。咁而家撥咗款就到時就有產業處嚇。咁所以而家可以否決都得㗎。所以而家希望啲立法會議員盡量去，起碼都係討論多啲呢咁嘅事情。到時如果撥咗款就冇監管㗎啦，唔該。好，唔該，跟住我交俾係呢位女士。多謝大家好。政府購買私人物業咧，其實係對於呢個社福嘅需要㗎。咁政府唔係冇申請過，就三幅地申請5至7年都仲未做得到。咁嗱，如果直接買到物業咧，就可以加快個服務啊嘛，係咪？同埋咧，你200億係可以有8.6萬人嘅受惠。咁其實係惠及全港嘅老幼。咁我覺得如果大家你驚唔驚佢買貴咗啊？其實大家有，因為佢有監管啊嘛，嗱，有啲產業處同埋呢個社署呢個負責監管，同埋有俾翻議員去監管，咁其實我個唔擔心噶，我覺得呢樣做法咧係充分體現咗以民為本個初衷嘅，只要公開透明就唔驚呢個陰謀論噶啦，我覺得。好，交俾吳迪希。係，我覺得開支其實唔係咁大，一年化咗個開支咧只係6億到嘅啫，因為三厘回報嘛，頭先我講過。咁我前幾日去過深水埗咯，我覺得呢個係咧唯一嘅方法咧，係俾啲舊區咧啲人咧提供。服務，因為嗰啲人咧，大家要記得咧，佢哋並唔係話去好識得好遠啊，5分鐘、10分鐘去另一個區攞服務嘅，所以你喺附近咧，最好5分鐘就可以去得到嘅地方。我希望咧，政府買多啲數量，買多啲添啊！數量上買多啲，即係譬如買到一兩百個，咁咧每個係咧1000至2000尺就夠噶啦。因為去過有啲老人中心咧，2000尺都已經好好生意嘅。其實標準 size 係5000幾尺。我覺得太大啦，因為咧你譬如能人孫附近咧有個幼兒有個善長咧捐個補習中心出嚟1000尺，咁都好多服務好多細路仔。因為對呢個你喺附近，因為嗰啲人咧佢冇咁多時間。好，你呢個係大政府嘅諗法啊！我交俾係光復論壇。其實咧買物業呢樣嘢咧，就喺前朝政府都有㗎啦。我哋咁擔心嘅原因咧，就係而家嘅政府咧，所有人都好似阿李生嗰啲咁咧，話政府咧起個宿舍喺太空，佢都話 OK 嘅。嗰啲人咧，以前殖民地嘅時候，反而係有監管有制度。嗱，我哋反對政府，我哋唔係話要政府唔好，我哋希望政府係有制有道啫，明唔明白？唔好乜都賴佔中。好，唔該，跟住交俾另一位社福嘅界嘅朋友。剛才聽到大家很信任政府啦，但是其實呢根據過往政府其實他的公帑其實大家都見到很浪費，譬如他之前在深水埗起了一個有一億的那個叫咩？有個晶片嘅設施咁，咁係唔係真係用得其所呢？又或者係佢起啲避雨亭，其實避唔到雨嘅，但係又嘥幾百萬，係咪真係有一個監管嘅存在？其實好質疑呢樣嘢啦，我咁同埋咧，其實即係大家可能將個焦點放咗喺呢200億度，咁其實呢200億都係賣60個物業，但係政府其實講緊咁多年嚟佢嘅社福設施個需求咧，講緊譬如老人院咁爭緊50幾公頃嘅喎，咁係咪真係一路可以話買物業就可以處理到呢個問題？仲有剛才說到說商鋪其實你都買不到那麼大的啦，其實政府其實應該是做好一個規劃，它現在有那麼多譬如它有個政府官地GIC 用地，它一個其實是一些譬如現在旺角都賣一些用地，最近都已經賣了3幅即是劃地表那裡，政府在這個規劃上面其實根本就是沒有承擔。好，謝謝。好，我們回來台上只剩幾分鐘，是不是都可以簡單回應一下台下朋友？我試試回應兩件事。第一個監管的問題，現在是說的是一次過申請200億問立法會，然後俾咗即係政府之後咧，即係產業署就會自己就去即係話你曬呢啲去丟下咁樣啊，係咪？咁呢個係即係之後嘅監管，我睇到就睇唔到啊。其實都好啦，講翻即係頭先好多朋友講嘅，即係一個社會規劃嘅問題啦。我想回應同學，即係上一次香港有即係整體社福規劃咧，係你未出世之前嚇，我諗都好多年，10年，1991年嘅時候先有規劃，跟住就冇啦。20幾年嚟完全冇規劃，那個結果係咩嘢咧？就係、是當你頭先我講啦，局與局之間係即係完全係唔理對方啊，咁所以個結果就係我開新嘅屋村嚟喺啟德嗰度，係咪？嗰啲屋村而家例如有即係有同工都講話，佢哋想有綜合家庭服務中心喺啟德嗰度，你見嗰啲都係一個新區啦，新來港人士唔少啦，但係佢竟然去土瓜灣嗰度要揾地方，點解啊？因為你冇規劃，你冇話俾其他嚟運房局知你需要幾多
嘅服務嘅地方嚟做做社福單位，完全冇噶。咁而家點啊？即係個根，即係頭先話政府係好聰明噶嘛。即係頭先有市民喺度講話，其實正正就係佢哋種出嚟嘅因嚟嘅，呢個係即係就係咁樣啦。好，唔該曬，交俾蔡太啊。好啊，我都想講下呢、這個短中長期嗱，我同意嘅規劃係最終解決方法，因為正如講九零年代冇呢個問題嚇。不過咧，又要面對現實就係話咧，即使開始規劃咧，佢都係要即係好長時間。舉幼兒中心為例，佢已經係應承重新規劃，不過講緊十年。咁當你十年如果係咩都冇進展嘅時候咧，咁即係變咗有十年嘅小朋友咧係攞唔到服務嚇。咁所以我覺得咧呢個係要做嘅。另外就諗緊係咪個規劃方法都係諗緊咧，係咪可以一個比較彈性嘅規劃？因為政府好驚嘅喎，規劃咗嘅時候，到時譬如人口老化轉變時候，我應承咗一定要做。咁我覺得成個規劃機制點樣做係應該重新去諗嘅。但係要諗下短期措施嚇。好，交俾關顧聯李鳳瓊。兩個問題，監管同埋呢一個嘅規劃。如果監管得好嘅時候，我哋而家已經唔係而家呢個情況㗎啦嚇。如果立法會真係嗰個權係去到，即係真真正正嘅監管，而家唔係咁樣嘅。如果唔係，都唔會有呢個嘅沙中線啊呢啲咁嘅嘢出現啦。嗱，大家要好清楚嚇。咁而第二樣嘅呢一個嘅規劃嘅問題嘅咧其實而家個問題係因為一早我哋嘅政府咧係冇好好地做好呢個土地規劃。如果有做嘅時候咧，而家都唔需要我哋受呢一個果噶啦。所以頭先阿蔡低就話：而家規劃十年七，冇錯係，咁但係都要做。好，唔可以話我哋而家唔做十年之後更加冇。好，最後30秒 ，Edwin。我諗咧監管嗰度嘅時候咧，買物業三種方法嘅啫。一就政府單獨過嚟同我傾，買我個物業俾口價，我接受就得啦。二就好似市區重建局咁，揾7個測量師，之後咧就攞個中間位嘅時候就買我個物業啦。三就公開招標，咁好似賣地咁啫嘛。公開招標嘅話就公平公正，全部打開曬嘅話，人哋就覺得唔會官商勾結咯。好，咁啊，今日嘅討論都好豐富啊，都講唔到預算案其他嘅社福嘅開支範疇嗰部分，咁啊睇下有冇機會再傾啦。咁啊，不過就撥款條例草案就遲啲會喺立法會審議啊，咁大家記得到時留意啦。下星期再見，拜拜。